小汽车观点五周岁了，很高兴在这几年的合作过程当中跟小汽一起成长，然后也开心的茁壮，也带了一些学生能够顺利的就业。那接下来的这个五年呢，甚至于十年，甚至于更久，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，也希望能够继续跟小汽合作，也祝小汽事事顺心，宏图大展。